锦标赛女子第一组的徐小曼发球，有一个转变，一般也不错。那一比零，对，第一组之后马上大家先输赢，换边一比零。对方发球一比一，好，奖品够，二比一，又不是靠奖品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给你们？三比零，不是靠那个，不能因为他抽地就放松了。好，跟对方发球二比二。三比二，四比零。四比二。五比二。六比二，七比二，二比四，换对方发球，三比七。换对方发球，八比三。改八，预计骗不来，是不是？罚了，快被吵死了，然后在那边打。五比二。哎呦，哦，又划算了，是啊，划算划算。换对方发球，四比八。换边三比五。两次，换对方发球，九比四，四比五，十比四 ，gamble。休息六十秒。第二局，徐小曼发球，那么正手极限的那个，对啊，就是甩。没事吧？一比零，再跟小曼打。我是没带球鞋。球鞋在场上。七比零。对方发球二比三，三比三，对方发球四比三。五比三，对啊，
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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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比三，七比三，徐小曼9比3，他帮对方发球4比9，啊10比10，他帮对方发球10比4 match ball。对方发球5比10 match ball。6比10 match ball。比赛结束，比赛结果11比6。